今天大厨教你们做一道连骨头都能吃的黄鳝做法。先把黄鳝去头再切小段，然后把切好的黄鳝段裹上干生粉，等油温七成热时倒入黄鳝，把黄鳝炸至金黄色，捞出控油，然后锅里留少许油，倒入屏幕上的配料一起炒香，再倒入黄鳝，盐一点，椒盐多一点，孜然粉一点，然后一起翻炒均匀，最后再来点香菜，开大火爆炒几下出锅，这样做出来的黄鳝连骨头都可以吃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